我好想要猫，我要猫，给我猫，再来给我更多猫。快点，快点！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啊，可爱！这是要怎么装啊？就放进去而已吗？啊，可爱！它的涂装其实很认真哎，看这眼睛。哦，可爱！陪着我们吧，超可爱的。而且它是暖炉 Q 啊，这只眼睛看起来很凶狠，可爱。它也是暖炉，超 Q 的啦。我们 A B C D 都拆完了，刚刚你们一定有看到这个大盒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盒的呢？它就是一只猫猫老大加上 ABCD 一整个大组的耶、yeah! 身为猫奴绝对要定啊。哦，看他眼神把你请来啊。这只的应该是穿在身上的、哦、超可爱的啦。我的天啊，这一组真的是好犯规啊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就有五只猫猫，好了，这样就够啦。不对，这一组是猫猫加武装。我组完啦，不过老大的装甲还没有装上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武神大合体。完成啦！终于五猫神大合体，超酷的！这一组组起来不难，而且非常的有趣。它里面的零件几乎全部都是共通，因为那孔洞都差不多大。发挥一点想象力，就会组出非常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东西。之后第二代出来，我一定也会分享给大家，因为我也有订。嘿嘿嘿嘿，猫猫一定要买，猫猫有猫猫就一定要买，不管是什么猫，买买买。那今天的武装猫猫就到这边咯。这个东西真的其实不贵，那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啊，都可以到模型店或者是有在做代购的店家去询问，有些店家可能现在都还有货，因为这个才刚出来没多久。嗨，大家，我是 MB 大熊 Much Bear。有一小段前面开箱的地方，只有看到手在动，没有看到人，是因为那一段我家的视讯炸掉了，没有录到。那这一组真的很棒，很有趣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买来玩玩看哦。对于组装啊，哦，各种有趣。你看后面其实是这么杂七杂八的乱装。来一个预告，下一集的开箱已经在这边了。那这一组其实是阿轩赞助的，这一组啊跟猫猫也是有关系的哦。大家敬请期待吧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。